最后呢，我们再邀请我们的神父，我们亲爱的神父，还有些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吗？你三米寸。哇，你们听我很多的话了哦。好，我们要下山了。好 ，OK。那我们要进入我们真正的实实在在的生活。但愿天主祝福你们，大家一起加油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愿你的心灵同在，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降福你们。阿门。弥撒礼成，感谢天主。我们礼成就，我们唱这首《我对你的爱永不变》。
赞美主。